人类多肉为半兽人，我开始使用地狱认真记录眼前所有的发生，是些森林醒来的早晨，人和侵略都成为根源，我用古老的咒语成为银藏灵魂吸取生根，面对魔界的邪魂，不被无人的转身，为这成败的象征，然后还原为人。让我们半兽人带领我犯困，手起才能回首化的过程，让我们半兽人带来自单纯，而非贪婪者永恒只对暴力忠诚，是用地狱认真记录眼前所有的发生，是些森林醒来的早晨，任何侵略都成为可能，我用古老的咒语成为隐藏灵魂吸取心根。